脱掉漂亮却磨脚的高跟鞋，锁门关灯比对喧哗的世界，锁紧一张脸，收敛了眉眼。我编过曲真的耶耶、我在健身房认识一个导演，他说我特别符合他心系女主角的样子，他想让我进组去拍摄。过的再见也就再也没有见。我说你这个也不让我去，那个也不让我去，那你要我怎样啊？难道你养我？我可以啊。女人就安全不过人心弱点，开始总是小世界。我想一个人好好静一静，你先回家吧。像这种智商为零、情商没有的艺人就活该被人黑。女人呢就千万不能惯着她，你越做她讨厌的事情她就越有危机感，就是这么贱。啊，是吗？我想你有意见如果我将来有成功的一天，我第一个要谢的就是你。会放下吗？人在纠结的牵连，从细枝末节到心头余念，摆不平的、搞不定的，全都交给时间。最能那你准备怎么谢我？请你吃大餐。你怎么可以吃丫丫呢？你想吃什么就吃什么，多贵都请，请你喝啤酒。方先生要不要一起吃点？谢谢，我从来不吃路边摊。这是去年的款，捐了。嗯，这很好看啊，不要了。这是男装，作为 friend 懂不懂啊？一装又不是小学生，还接我回家，咱们走吧。嗯。